舞台彩排的人。哎，哦，这是在压腿的宁儿同学。台上在彩排的应该是 Drops。我在拍我的 vlog。 啊，我有 follow 你啊，谢谢。我是你的101的小姐姐们，拜拜拜拜。 pick 我们，我要快去后场。今天是明天 showcase 的正式舞台彩排的第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后台，快到我们后场了。哎，今天的小姐姐在哪里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局，可以结婚。阿姨现在在干嘛？她休息第二了。这里是明天有一个很厉害的小姐姐在这压腿，一会儿就是我们下一组就要彩排了，所以现在大家就准备缓一下。哎呀，上去掉，这是企鹅，这是牛儿，企鹅，我都全身都穿完了，就差穿鞋了。然后现在那个兑奖机构会通知我们去后场，我们走吧。很欢迎，说成高马尾。兑奖机就在那里，一会儿他就会告诉我们去后场。然后所有的我们这一场的都准备好了，大家。特别感谢一下现在在摄像的曼冰小姐姐。小姐姐在挥舞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去后场了，然后一会儿再见。这个我们曼冰放一下，现在在复盘刚才的，然后上面还在彩排下一个。身材很好的小姐姐们，我们自己来一个，我在录像。All hands on deck。现在是无灯光彩排中，所以有点暗。我有叫 idol。
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有下一场在等着彩排的，还有这个追星的，嗯，下午要进行的是带灯光的彩排，然后在后台这儿是到出前面，然后再是音响和灯光，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My vlog. Wait, you are dancing, right? No, I saw you somewhere. I do dance, but I'm not dancing. Oh, show your move, Anthony. Huh? The worst that move. What? Come on. Oh. He's really good at that. I wasn't laughing. I can hold that. Ooh, oh my gosh.调着调着就会突然没有声音。小慧在缝衣服的妹子，舞台的老师在调灯光。早上的时候是走位，下午的时候是灯光调试，今天晚上的彩排就完全是就是正式的串场了，就是所有的节目都要串场，然后主持人也会在，所有的表演嘉宾也都会出现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从正门过去，因为这个侧门不是要从侧门过，因为正门没有开，明天演出的时候才会开，一共要演两场，下午和晚上各一场，所以也是这个样子。 OK， 紧张起来了，我先放下来了。 Hello， 你们是什么？Hey, Tiffany 先手了，一个香味，我来加油。
我也没有买票去，那我这个很大，记住了，好吧，谢谢。记住啊，记住。那很后面的话，应该不久会找到我。我等我等交给你，一年级。这样。还没结束。时光胶囊啊，对，还有我们的 In the First Place， 这就是 And Zhen Long Group。演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。你肯定看看，看我见太多了。这么多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这么结束了。演出，感谢创始人、指导老师、演员及台前线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wraps up to this show,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next year. Woohoo! Awesome! Yay! Finish. 就结束了，辛苦了，大家都。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 Jessica。拜拜。哎，你们都没问题，看不出来，就那主持人回头跟你们说话，要不然根本看不出来有人。哦，这样吗？谢谢。